挑战韩国炸鸡，哦，你给它咬成一半就变小了。火力也太快就回来了。这个是什么章鱼嘴啊？那你那个是章鱼嘴哦。太好吃了。妈妈，我手指在这边。等一下。哇塞！哇，又吃完一个了。你的手怎么吃完会变这样？你要干杯啊、要干杯吗？啊，魏欣怡来干杯一下吧，干杯。